黑帮占地堡法拍屋，勒索4000万搬迁费。台北市中山区帮派老大尤俊雄涉嫌勒索德标地堡法拍屋的炒楼大户刘妈妈，昨天连同另一帮派10名党羽遭警方逮捕，警方还起出改造手枪、子弹等证物。去年底，刘妈妈儿子以2.8亿标下地堡豪宅，绰号红豆的尤俊雄因认识正在坐牢的原屋主林富慧，他先到狱中胁迫林富慧签下委任书，再安排他女儿租屋强占，然后向刘妈妈强索4000万元搬迁费。刘妈妈不愿黑道得逞，只好弃标，4700多万保证金被没收。除了地保案，尤俊雄去年8月也曾在中和景安派出所的地下停车场位于尤氏祭祀工业管辖的一块40亿元土地闹人殴打主委。昨天尤俊雄被捕后否认犯行，但警方搜出一份地堡豪宅来不及签章的授权委任书及相关证物，讯后将嫌犯依法送办。宋新闻台北报道。